哎，让咱们仨人表演一个，咱们仨好像没合作过，是啊，这是第一回，对，这么多年了。那怎么办？咱们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吧。什么？咱们呀，来回文字游戏怎么样？这天没蚊子，蚊子不懂蚊子游戏，就是跟蚊子做游戏。哦，那也找不着啊，谁做？怎么说话呢？您给讲一讲文字游戏。你想想，咱们相声演员这是语言的艺术，首先来说知识含量必须得有。所以说咱们这考验文化的功底，咱来文字游戏怎么样？行，可以啊，这可以是吧？规矩您给说说，说说啊，就是说啊。我第一个说，是我说出四样东西来，哎，您再说四样东西。我第二个说，对，好好好，您说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这四样。好，这四样还有特指，比方说得是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桌上摆的、屋里有的这四样东西。哦，他说出来管上了我，这叫四管。你再说四样，把我们俩这个都管上了，这叫四侠。四管四侠，四管四侠，这么个四管，这敢来吗？可以呀，你行吗？我没问题啊，对啊，你出的主意，你先说，你先起个头，我一猜就是我先说。好，那我第一个来了啊，比方说头一个啊，什么天上飞的什么，鸳鸯，下边是地上跑的绵羊，绵羊，桌上摆的什么文章，后边还有一屋里有的什么，我这是梅香，这梅香是谁？梅香啊，这个就是小丫鬟的名字，丫鬟，丫鬟。哦，懂什么意思吧？知道，丫鬟爱伺候人的小丫鬟。知道吗？哦，我说完了，该我了。该说完我，该他来了。你看他准备好了，该我了。行行，先问你啊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，嗯，凤凰。好，地上跑的，地上跑的，嗯，哦，干嘛呢？大灰狼啊，大灰狼，知道吗？就是豺狼，喜羊羊与灰太狼嘛。对，有一老话说的好，就是狼吃羊冷不防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个桌上摆的。桌上摆的啊，书箱，这书箱是什么呢？专门装书的地儿啊，成书的箱子，那些文章都得搁我这书箱里。好，这也好。哎，屋里有的姑娘，姑娘就是姑娘，不，我梅香也是姑娘，这怎么能一样啊？我们这是小姐，大家闺秀，小姐跟丫鬟能一样吗？啊，就叫大姑娘。哎，我们这大小姐。呵，你这我得伺候你，你得伺候着小姐，这你就能管上我了，都能管上吧？可以，该谁了？该他了。你看他，你看他说什么？天上飞的，哎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，嗯，鸟枪，哎，这不像话，这个动画片看多了，鸟枪旁边长俩翅膀，谁告诉你鸟枪不能飞？怎么就是不能飞？鸟枪，确实不能飞。哎，对呀，但是它里边有子弹呢，让子弹飞呀。怎么了，这都让子弹飞啊？勉强一点，鸟枪就能飞了。鸟枪到何辙押韵啊？对，行，天上飞鸟枪，对，行，算过了。地上跑的，地上跑的，大老虎。哎，你就闭嘴。大老虎这不合辙了。大老虎怎么不合辙？哎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兽中王。大老虎，兽中王，等一词啊。对，等一词。兽中王，兽中王，这行吗？对，兽中王。好，行，桌上摆的，这是火柴。屋里有的德纲，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德纲啊，我师傅。你先去等等，你这能解释吗？当然能解释了，都能解释。当然这就能讲了。来，你说，来问他来啊！我问你啊，都能解释哈。当然了，解释，天上飞的鸟枪这什么意思？天上飞的鸟枪啊，打死你的鸳鸯，捎带着你的凤凰。那地上跑的大老虎，大老虎吃了你的绵羊，啃了你的豺狼。桌上的火柴，哎，拢了你的文章，烧了你的书香。你的吗？